在某综艺节目中，沈腾问其他跑男的兄弟退出，你们选择留下是因为你们档期很空吗？李晨解释称是暂别，他们也不是完全的离开我们，大家有的选择走，有的选择留，有的是其他工作或个人安排。 Angelababy 表示内心很不舍，会好好的把这份友谊守护起来。郑恺说新来的兄弟也会成为我们的兄弟，并爆料称黄旭熙是撕名牌的最多保持者。崔凡娱乐实时报道。